东北之旅感觉很充实，觉得很亲切，尤其是跟这几个兄弟一起，凝结了友谊和欢笑之旅，是每天在尝试一种新鲜的这个东西，而且是你自己不知道的这些东西，在自己在人生当中经历又丰富了很多，要感谢他们的宽容和包容。这就像一个也是对我的一种治愈，因为太多年没感受到这个环境了，对于我来说反而挺珍惜。